不要再去买好几块钱一小包的剥皮软糖了，咱们家这个链接9.9到时候给你发120个。咱们这个软糖里面是真正的添加果汁的果汁剥皮软糖，它一共是有3个口味，葡萄的、芒果的还有青提的。哇，一口把这个馅儿给咬过了，咱们来个小芒果的。我这口咬的有点大，你看它就能剥皮的，一口下去多重的口感，它吃起来不会很甜，就那种浓浓的果汁味很浓郁。哇，这个还可以啊，哎，真的是可以剥皮。这三个口味每个口味都好吃，咬过了。哇，我这个大手还有点不好摆了，都是这种能剥皮的。线下超市卖这个一小包，里面也就10来颗，都要卖到你10来块钱。混合口味发货的，每个口味都好吃。哇，咱们来个暴力的啊！我居然把它给挤出来了，哇，终于包了一个完整的，里边的那个小小的果心是那种软软的口感，外边这个皮是那种略有嚼劲的，口感是不一样的。咱们再来个暴力开启，哇，我简直太暴力了。对，心更软糯，外皮更有嚼劲，真的是多重口感，不一样的口感。这些被我吃好多了，真的好吃。这一颗包的也挺完整的，它不光好吃还挺好玩的呢。